11点，热炒店送高菜，不呛不辣不上桌。哦，当我们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呢，往往都会被优良的条件给吸引。哎，比如说他帅呀、不是好像金秀贤这么可爱呀、这么腼腆呐、是的，还会保护女生呐、然后又高又帅。那你当初娶雅雅，你是被什么条件吸引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傻人有傻福哎，因为我不会去归纳说我的理想型是什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每次的理想型，你少来。你怎么会在我面前讲这种话？你为我相信吗？你的心我就知道是什么心，是娇小，然后甜美，白白的，头发长长的，然后讲话也像云哥。那这六位，你觉得谁是我的理想型？林香啊，这还用问吗？你看到他就眉开眼笑。玉林哥哪里有六位啊？好无聊。他看，因为哥眼里有两个林香。我想说按照这样子比例哦，应该就丽姐后面还会有一位。好，今天许多演艺圈的优秀的女人坐在我们的现场当中，她们都想争取男人心中必娶的女人的一个荣耀。哦，必娶要强调一下，对。必娶是一定要娶回家的必娶，不是那个必须娶回家。Yes。然后现场有一些男生要来票选哪一些是他们想娶回家的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纯就这个型以及他们的个性哈，这个跟已婚未婚无关。好，就是我们看条件心目中。好，所以今天哇，阵容非常坚强，来了。是，欢迎我们的来宾们，朱莉姐。哇，这一定必娶的啦。慧文。哇，漂亮漂亮。若琪。可爱可爱。黄琴。甜美甜美。林香，宝贝宝贝，太多了，太夸张了，怎么猜？待遇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跟你讲，他的工作的乐趣就是来到现场，可以以工作的名义去做这些事情，你不知道吗？那雅雅一生气，他就说我要养家，对对对，我要赚钱，一切都是工作，对对对。来，我们三位代表性的男生，我们现在也是新秀主持哦。上次主持本台的尾牙，哇，令人那个赞美，然后赞叹的，来，张伯谦，好，我是伯谦。好，来那个阅人无数女性行为观察家大根，好，来帅哥界的代表，也交往过很多优质的女友，来刘书鸿。背后呢，哇，也是非常优秀的我们的男子军团。哇，这个男生的这个团好，就是瑞成广，就我刚才看清楚，瑞成广，难得这个摄影棚哦，阳盛阴衰，因为以前哦都是三娘教子，然后男人很弱势，哇，今天充满了阳气，表示本棚今天不会闹鬼了。今天要讲必娶女人的条件有哪一些？第四位哦，对，排在第四位，因为在棒球来讲就是第四棒。今天的重炮还是这样好了，你先把18写上去，第八全票通了，没有没有19，因为我算你。你在因为主席在势均力敌的时候，还是拥有一票的最后决定权。我们要来问香香，重炮手林香来必娶女人。我常常觉得我是那种宝藏系女孩，因为我完全没有物欲，我除了很会理财之外，我还很会赚钱。哎呦，像慧文只会理财不会赚钱。对，然后呢，像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圈子的，会觉得演艺圈的女生会比较容易价值观偏差。是是是。但是呢，我从就是刚出道到现在呢，我就是也不喜欢买精品，然后我吃东西呢，我也不追求仪式感，仪式感也不会说要花大钱吃大餐。对，然后像我自己出门啊，出去玩的，或是去弄头发的时候，我都会搭公车、搭捷运，甚至走路。对，然后我所以我就不需要，就是不需要另外一半有车，我就是可以自己自立。如果他要车，我也可以买给他。对，就是我是很愿意为我另外一半付出我的所有。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讲了，19分，我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。对，就我对自己算是比较小气一点的人，可是我对我另外一半就是很大方，他有什么我都会想买给他。然后像我很常转念，我也是正能量女生，所以她在她低潮的时候，我也会给她一些加油打气。你平常也会乐天乐天的吗？哎，我是哎，而且我还可以带着她转念。哦，来来，我跟你讲，用讲的我们无法想象的画面。来，一堆应援，来给林香自己挑。都可以啊，然后都可以啊，那我帮你挑了。我是玉林哥本人，我挑一个最帅的、最年轻的。那二号你来，二号，对，就是你。我想说他中了，哎，你个差几点哦？哎，差
看一下。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人生会有如此的巅峰时刻吧？很意外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称呼？叫我陈，小陈就可以了。小陈、啊，小陈，小陈，小陈，故事多了。他那个今年几岁？明年60了。那加油了，林湘。来啊，你要示范的是什么事？我要示范跳应援给他，先关心他最近还好吗？好今天还好吗？给他加油打气、啊。你被他包养，你被小陈包养哈。啊，小陈因为工作很累，我没有价值观偏差。好、哦、好，那你是担当。他为什么包养？为什么不是他包养？对，我包养小陈。好了，你包养小陈、啊。人家有能力，他包养小陈不行吗？对不对？他包对，他包帮小陈，他小陈外面工作还是很累的。嗯啊，就跟刚一样。那回到家里面呢？哇，那个垂头丧气，因为对被老板骂，被同事霸凌啊、嗯、啊，所以你就给他哎加个油，打个气这样子。好，啊、来，阿丽叶，请你听对啊。垂头丧气，对。今天骑脚踏车来这边的。哇真的辛苦了，骑两个小时啊！哦，那你还蛮体力蛮好的。那我想想，你要怎么犒赏他？怎么犒赏他 ？Baby， 你骑那么久，辛苦你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可以在旁边为你加油打气哦。好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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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喜欢小陈，活过来了，老陈活过来了，嘿，小陈，老陈活过来了。老陈高兴到尿管也拔掉了，射物线也缩小了。怎么啦？哎，感觉怎么样？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当然开心啊！有没有觉得自己哎，张美美，如果是你老婆，你可能会早死哦。没有了，我会控制的。我会控制，生命是可以控制。好，你可以自己控制。不出门。出门啊，不出门，不要接受外界的诱惑了。对了，对了，很棒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陈先生。因为陈大哥这个是长辈，他比较不好意思，那个你们现在不能一起手到手那边转来转去的吗？这样吗？对，来，好，谢谢陈大哥，谢谢陈大哥，谢谢大哥，来年轻版的加油打气，来哦。好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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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喜欢刘书恒。哇！就是这样咯，开心吗？苏红感受怎么样？他应该还好，没有开心是真的开心，晕船了，而且有香香的头发。对，你们觉得他刚转圈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被晕眩？有哈，其实上礼拜录外景的时候，对，你就在注意他，我知道有，他假装在爱慈妹。对，你为什么这么假装？好好笑，他真的很好笑，很好笑哎。来录我们节目，我一直希望啊，心心念念的就是你能走出来。世界上比音声好的女生太多了，你不要再永远的活在那个开开心心当中，不要看回头路。OK， 好，好，谢谢。香香，谢谢，哇，这个对不对？好棒！接下来哇，打扮成公主，牵我都有风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只要跟男朋友出席重要场合，我一定会盛装打扮，对，就是让他走在路上牵着我都有风。那我之前我会开始盛装打扮，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就是嫌我很没质感啊，对，然后我就对，然后我就开始涉略那些彩妆啊、穿搭这些关于时尚的东西，为了让男朋友带我出去会觉得很有面子。下面有一些我平常就是哎，你看啊，有甜美风格，对，认真打扮的样子。大根这厉害哦，对，超级喜欢林湘。其实我平常打扮成这种小公主，我其实私底下也像小男生，我很喜欢陪男朋友打电动。可是你这些刚刚看这些照片，你都要花多久时间？就怕说要花很久的时间。我是处女座，我很擅长那个时间管理，所以如果我需要2小时，我一定会提早2小时出门准备。都蛮久的，我也是处女座，我懂，你也是2小时，对，我会等你2小时。所以林湘的好处就是说，8点要出门，她6点就起床，她不会让男朋友让。老公哎，8点了还在那边等，不可能。可是我还会帮他把包包弄好，睡饱气色才会好啊。对呀，所以我很早睡，我10点半就睡了。哎，你知道男生最怕什么？就出门一直出不了门，因为你知道一般女生哦，1个小时起跳啦，而且这1个小时哦，就是8点他开始在弄到9点了啊。你跟他讲好8点要出门的，对呀，所以就是怕这种哦，等待时间。对，在打扮上面呢花太多时间。林湘。是不是你们心中必娶的女人？来，男子军团，是的话举圈，不是的话举叉，请举牌。赶快举圈。
好好好好好好哇，只有博谦啊。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不敢跟玉林哥抢了。那个林湘是因为真的，你举签跟有没有跟我抢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重点是因为林湘太完美了，太完美。对，在这种我跟你讲，不是林湘交不起，而是若琪更有性价比。哎呦，我直接跟你告白，他为了赢得你的喜欢，不惜得罪林湘。会叫是几票？十七票吗？好，十七票。OK， 香香十七票，文文十八票。哇！你在写毛笔是吧？你在写书法吗？玉林哥，好，获得十七票，十七。